好，我们很多民众在线上，台北张先生，张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。哎，我觉得如果要排富，就不要那么好听，叫什么十二年国教，可以说是十二年补助教育就好了。是。还有，我希望那个小董不要一天到晚拍那个马总统的马屁，真的不是很听得下去。还有，我希望那个小董不要一天到晚拍那个马总统的马屁，真的不是很听得下去。还有，我希望那个小董不要一天到晚拍那个马总统的马屁，真的不是很听得下去。好，谢谢哈。